Hi, baby. 你在吃饭呀 ？Yeah. 你看爸爸穿的，爸爸是警察。好。Yeah, 你看，真的警察的东西哦。给你看一下我的手铐，多么帅气！你看。哇。所以你要乖乖听话哦。所以你要乖乖听话哦。你这属于威胁。不，我告你，告你。周哥，不是，这是一种爱的不同方式的表现，是吧？跳出来，你看，这谁啊 ，Lucky？Hello，Lucky， 我是白叔叔。白叔叔，叔叔 ，Uncle White， 哎，对的，还有谁呢 ？Hello， 我是张智霖哥哥。哎，我是白叔叔。Hello， 我是张智霖哥哥。Hello， 我是陈小春哥哥。我是小白弟弟。他知道你们所有人的名字，对，他只是有一点没礼貌的是，他们没有一个哥哥或者叔叔，他直接说啊，这不是江继林吗？叫我江老师。又是小朋友不是吗？